以前安那讲爱情的，因为第一吼，咱的家境艰苦啦，四大人嘛无啥啊，互咱啥物欢啊，啊，着做甲一丝仔残吼，啊，厝的阁是大家庭的吼，啊，你无出来拼也袂用哩，啊，着出来学西了，哇，看到讲人话拢真好过咧，啊，咱不得不啦，无拼也袂用的，所以阵啊，一心一意就想着钱啦，就是要甲拼钱啦。哦，咱讲真经，较早真正哦，我嘛唔知影是创啥，反正哦，迄、那个名嘛足注重的安尼，去到倒位啊嘛哇，啊，咱啊创啥，逐项嘛好，从来毋捌讲唔好的，逐项嘛好啦。哦，啊，熬赚也嘛真熬开，啊，就是讲咱袂晓报喜的，真可惜。所以讲哦，真正伤过万二百多者，对我影响上大。古早人伫个讲，功夫到厝要食都有，意思是讲，人若有一技之长，唔惊伊无饭头食。阮今仔日主角张基真，伊国小毕业，就走去做学徒，甲人学汽车的考察，做兵回来就家己开工厂做头家，赚到钱了后，就想讲要回馈予社会，就参加真济民间的公益活动。后来认识到主席，伊开始做志工，而且是愈做愈欢喜。但是伫两年前，伊的大汉后生去予人拍甲着重伤，过身。伊甲太太杨玉兰是要安怎来面对这个考验呢？咱即马就赶紧来看因的故事。本来拢未晓，拢唔捌的啊！即卖无法度啊，嘛都爱来学啊。本来夫妻的生活就是爱安尼共同来拍拼，啊，因为拄啊身体阁有某物所在无拄好，当然咱爱阁较用心，爱阁较拍拼较照顾啊，这就是咱应该爱做的啊。都有师兄在做吼，啊，当然有较快，真诶好啊，真感恩师兄啊。早期的时候，迄阵生活拢艰苦啦。啊，迄阵家庭生活嘛困难，啊，都嘛唔知要做啥才好。啊，人就介绍讲来学手的，我就介学啦。啊，一直学落去，啊，就到即马，已经无法度变去无步啊。即摆是讲要来甲交这个设备，因为这个要换新的吼，伊这车较麻烦。你弄下，即摆你换新的，拢爱叫我去甲电喷水安尼啦。我电喷水，我就爱来扶这个设备。哇，我即摆甲推了后，就接平啊吼。啊，所以即摆拄啊提起我遐，就是这两台新的嘛，才这个样。
一直做落去，到到即摆都已经安尼做五十几年咯，哎，真侪起啊！漆它本身的什么？本身它的这个伊拢参加不能物件吼，它这个对人体就是本来就是有无好的所在。我唔是讲无要紧啦，我就是安尼罔过，啊无免啊，啊就拄着啊，啊为着生活咩，同款啦，拢是爱学啦，啥物花拢同款啦。你如果你无真。真正无真功夫吼，你要生存，换足歹生存诶，啊，就是，这就是伫后来是开始学起来，啊，就是安尼。即马照讲是已经退休啊啦，啊，就小朋友伫做啊，我就继续甲斗相共，甲斗做安尼。啊，无是来讲，嘛是爱退休啊咧，爱来去做咱家己欢喜做诶工作，才会容易咧。好 ，OK， 好，我这做乌手的这吼，所熟悉就是拢这司机啦吼，爱司机创啥，就是烧酒安尼啉啦，啊你看，迄工厂哦，满是拢关啦，阮较早会安尼啉，就是拢安尼来，唉，这是足无好的一个现象，所以真正讲的啦，囡仔呐有机会吼，伊做这乌手的吼。一定要把他教好，不能讓他這樣，這個壞習慣吃不好，這個飲酒酒這個，啊，這都是平常時這些司機菩薩他們來的時候，他們都很客氣啦，我們就把他做完會，啊，他就很高興的，來囉，來我趕一趕來喝一杯，做什麼，無形中就養成了，很不好。你就想看看，做這個烏酒就已經有夠累，有夠可憐了，每天接受的你看看齁。不是车的排气吼，啊，就是引擎的这个废气啊吼，啊，过来像我这做油菜的，佫有闻到这个种种的这菜的这个甲本的味啦，油菜的味啊，啊，佫啉烧酒哦，我真正实在是足唔好个。我拢爱上麻粿安尼啦。无过热闹，只会当存个，爱搁包装爱装。咱这油歹，咱就是爱甲包妥落。哦，这就是咱伫做这部分安尼。做这道吼，真正讲就是讲自己要把自己照顾好了。像我们要碰这菜哦，这菜里底它有硬化剂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戴口罩。我最好是用那一种有一种有过滤的哦。啊，因为我碰的这个东西不多，所以我就都用简易型的。我要把自己的安全措施做好，这个是最重要哈。但是我就是说，唯一就是说这个喷剂就是不会很粗重。所以你看，我现在还这么年纪这样子，我还在做，就是不是很重的东西哈，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过去真好赚钱，啊，咱讲真经，就是我拄仔所讲的，这个名嘛，甲看作真重安尼啦吼。所以人也招讲要创啥安尼吼，哦，我逐项嘛参加。你看，上个简单做一个大队长，开你几百万，嘛是你开。我实在是咱讲真啊，伊会送两个变来，
遐咱就安尼爱办一日办拢啊，食拢爱办汉食桌安尼吼，啊，大家来安尼花天酒地安尼一日啉面安尼。你看呢，实在是咱讲真，若即马甲想做倒起来讲，当初时若迄个钱也要甲一个布施，毋知要该偌好哩。啊，但是迄阵啊哪有可能？迄阵都已经吼，被这个什么外口这迄落安尼吼，冲昏了头，你知？哪有去想遐？就一心就是讲，哎，好啊，有名有利啊，就好啊。哦，迄实在物仔，咱讲个，安奈过去个，哈尼懵懂个，家己个想着嘛是足可惜个，哪会安尼？义和节，阮十号就爱来铺草，啊！你来铺草之前，遮拢爱搁处理掉的。开会真济，啊，欢喜哩，都抱着欢喜心尔，啊无，大家嘛话足忝的。但是那种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欢喜真正讲，用钱买袂着的。迄顶下要困哦，还搁会笑咧，啊，那今日做我足欢喜的，你知道？因为啊，别人无法度做，咱甲做起来，足欢喜的，那种。成就感哦，跟那个满足哦，足不办法，不是讲用钱来买会到的，迄不办法，足欢喜的。哦，你看咱出一输啊啦，一定会圆满。哦，迄比啥较好？我像迄输赢嘛，拢足好。我一通电话啊，叫伊就来。啊，所以伊也找我创啥，我嘛一个就到位啊。所以，阮这几个啊吼，拢真拍拼，咱讲真个。最主要就拢大家真欢喜啦。讲正经的，也无为着啥，做拢家己个啊，啊，都足欢喜心的。你要来哦。哎呀，我迄尾卡掉，你请我。我蛮胆怯的，我从来不会动家事的啦。真的，要叫我动家事，真的免谈呐，什么都免谈。不如甘愿要外口吃嘛，唔该煮。那就是安尼，嘛就是要煮侪了，一切湿气都拢一直改啊。哦，咱家己。两家菜有几钱啊？你先。好 ，OK。所以很多吼，我常在讲安尼足好个，所以啊，明仔啦，安尼咱才看会出着讲，真正是吼，咱个书记吼，咱拢爱较足感恩个，因为有因个做吼，咱上着真的吼，加足轻松个啊，啊无。阮师兄伊去种花，足拍拼，啊！伊参加的伊也拢去做那个啊队长啦吼，反正做长就是爱钱啦，做长就是爱钱，所以他赚钱赚得很多，用钱嘛用现钱啊！真的说实在，我是不会理财啦。有时候我真的我也没有接触到他的公司，其实说因为是我们那个姻缘是怎么样，我嘛唔知影，你知道？不要讲啊，咱都爱来做善事啦，到最后。刚才我师兄的给我嘛，叫他说到慈济进来慈济的时候，那时候才有开始说啊，有慈济哈，盖瑶公我要来缴，哎，做会员是这样子。以前真的很傻，什么都不会。所以疫情出变了这些奖状这些，对，很多你知道我们都会变哈，就这后来我那里房子卖掉的时候，我那些变哈都。我嘛无愿意来吃，但只有拿一块是两块过来，其余的都我们那里邻居人呢，也所以要种菜哦，哦也是要乡会要做些沙帮，都弄好人，因为很多那个本子真的很多，都是钱买的。啊，就是安尼，我就是讲，有时啊讲话讲，哎，爱学的代的工课，甲代志拢足多啦，看你安那去啊，迄落安尼，我这嘛无歹啊。有些煮食吼嘛，我感觉嘛足好个啊。
所以起码吼，我们食无什么困难的吼，家己就会晓自己做饭。咱若无学，你逐项拢袂晓，拢爱看人，真正嘛是非常痛苦。有了，及格的啦，及格的啦。我跟你们都啊，今晚我也要跟你们。之前的时候都不会夹菜。刚才吼，苗芽地拢爱用汤匙，啊，现在还好了。现在都可以的啦。当初刚进来出去的时候，哦，那些拜把兄弟哦，骂死了，一天到晚骂，因为以前都几乎差不多天天都去喝啦，喝两杯啦，然后小吃部啦，什么东西就来一点就喝了。但后来我进了慈济以后，就开始慢慢的跟他们演习，他们就开始说哇，骂得要死了，你干嘛去那边干什么啦？要找喝酒的人都欠了一脚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一天到晚就是骂。你们出去了，真的转变太大。他在这无可能啊做，呀，叫师傅来就好啊。现在拢凡事都自己来。啊，久啊，五十年啊，啊都好的歹的拢拄着啦。真正钱嘛有赚啦吼。有赚到啦，啊，不过身体嘛怕歹，还好哦。啊，你一摆做者了，啊，就改善真济。我伫戒烟的时候，改到去予医生看呢。我嘛是讲啊，我会害我，无代无事无食烟，我会翘去哦，我会死哦。人拢无精神啊，无啥呢啊，迄阵就是安尼。啊，佫经过一阵了，我就好啊。哦，我渐渐嘛，哎呦，迄很自然的咧。朋友提粉互你食，你个手嘛握要过来牙咧。哎，呀，啊，我都戒啊，哪会过来牙粉啊？这个，那不我戒掉不食呢？有这样子咧。然后啊，那个晚上做梦还会梦见，哎，我已经不是戒烟了吗？还在抽香烟干嘛呢？那将两年前吼，因为工厂才有发生一个小可代志安尼吼。我迄个空压机买新的，啊，就是迄个维修的过程吼，有小可出一丝仔问题安尼，啊，引起着，啊，个枪伤到我后生两个有口角，所以伫迄个口角的当中产生真大的伤害，啊，医术我这大呢才无得哩，啊，你无得哩时吼，这段悲痛的时期吼，当然是难免吼，啊，我是真紧我就已经。我有用着上人的法，我拢一切拢原谅他人，所以我真紧我就恢复到平静了。反观我家的师姐她，哈，伊较无像我遮乐观，所以她到现在如果谈到儿子的话，谈到大儿子的话，她还是会啊安尼哈，眼泪就马上安尼哈会流下来。好，那这段伤心的事情，我们现在就不要再谈了，因为。我已经走出来了哈，已经试到现在已经两年了，我还是要过我的日子，所以我在慈济这道上，我真的很认真的在做，我会把所有一切烦恼的事情，我都尽量给它放掉。
讲到讲过去吼，伫个社会上甲现主持，伫个主持路上安尼吼，迄、那个分别差了有够侪啦吼。我所讲的，伫个啊社会上的吼所讲的，哦，咱讲正经的，拢是利啦吼。也真少啦，大家虽然讲你啊我伫真好，其实迄种假的你啦吼。啊，现主持来到这个主持道路上吼，你看这老菩萨，你看伊表现出来迄笑容，和蔼可亲吼。我甲伊嘛拢打成一片，我觉得我们是真心的互持。因来到这个主持世界吼，就无迄个分别心啦吼，也嘛无讲哦，迄个吼，你比讲你的财力啦，你的事业，拢没有再这样比。来到这就大家拢一条安尼真清净的心吼，来伫这互持。张基真师兄他以前是比较世俗的做法啦，因为跟我师兄以前还没进来瓷器的时候就有熟了啊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啊，就有一次因缘哈，在他也住院，我家师兄也住院啊，所以就他们看到的时候才知道，嗯，是我调的，对啊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以前是我调的啊，他改变很多，对师姐的一些体贴。哈，我看伊两阿嬷真的是很真精进，你甲看伊怎啊，伊怎啊做，逐项拢做，反正我甲叫，我张吉生师兄，我来啥来啥，侬好，我切者，好，啊，真的是伊无退息的啦，老实讲，真的，因为你看伊怎啊吼，讲大核心啊，中部的啊，我甲叫伊真的有时间的话，拢袂退息，每一个师兄师姐甲叫嘛是同款啦。真的，他是因为伊的个性就是安尼，你知道？张基真甲杨玉兰阿阿婆，因讲好家在有礼拜做主祭，知影因缘果报的道理，阿个师兄师姐大家关怀，互因真紧就放下对大汉后生的唔甘。张基真自从太太手受伤，伊就开始斗三工做厝内代志。平常时无闲志工以外，阁爱顾家己工厂的工课。伊讲，虽然代志真济，但是拢会当圆满，人快乐伊嘛快乐。即马无闲的，拢是伫个趁欢喜哦。以前就是安尼啦，花天酒地啦，啊，四界交朋友啦，啊，做伙就是开心啦，啊，好。互相啊，赠送纪念品啦，安尼啦，啊，就是安尼滴过。哎，即马看到这个照片，就是讲过去哪会安尼啦，哪会拢较袂晓收安尼啦。如果甲遐个物、遐个金钱、甲遐个时间摕来做主持，毋知要偌好咧。全家福煞无看，你年底毋是才搁摕恁阿孙看？我即摆就是安尼，明仔载就看看了，伊搁袂记。伊年底才摕出来，互伊看，讲哦，这细汉的是咱全家福去照相馆翕的呢。